老三广告安尼，诶、欸，哦，笑到气啦，朋友啊，你他妈人生有当时啊，会拄着即种代志无？提一个笔笔来写，无水，哦，无采这个笔看起来，敢若讲足够，基本够足够贵个呢。迄安尼遥控车看起来，敢若真好耍，结果呢，我无电池，啊无电池无要紧，咱买电池落去，电池倒来呢，还佫袂行，歹去啊，哦，佮等啊，吼。 人生也拄着足侪足侪，互你感觉讲我即个钱拢全了去啊，你知无？吼、哦？互你会感觉讲我时间拢全了去啊啦，即种感受实在是足痛苦、足无好。你会感觉讲啊，敢若亲像一张一张空啊咧。啊，无无怪过去人来讲吼，人生哦，敢若来佚佗尔啦，哦、啊，一场游戏一场梦安尼啦，啊，人生就拢足空虚诶啦吼，足、啊、许人拢讲安尼。诶，你想安尼感着啊，朋友。 你真正接受人生是一张空吗？如果人生若是一张空，啊你即马做拢无才工。啊即种人生活了了什么意思？甚么人会当接受人生一张空？我那毋相信的。哦，你若讲一个朋友讲啊，我来投资股票，我上班趁钱，欠钱，我欠到要死去，咱台语叫做欠长内多好，是些形象哦。 讲安尼，冇多药个时候无要紧，冇多药话，咱等下吼，咱家己甲拍夹互伊较短嘞吼，咱毋免食遮济，无钱啊，散到即落，程度啦。啊，另外一句形象讲，作，善讲，散家要贵啲啊，是安尼啦。我都做人啊啦，用种形象术，形象讲咱是要趁一个钱，无简单咯。啊，咱好不容易，咱欠一笔钱，结果一笔钱，咱怎啊投资伫股票，哦，投资讲啊，看会当临工诶起啊，咩？ 个煞声讲拄着啥物金融风暴吼，煞、哦、所,所有钱呢，拢全了去啊，拢无去啊，朋友啊，你家己体会一下啦。即种个一条坑，你也痛苦未？足痛苦的嘛。所以是安怎为人股票失败、投资失败，怎啊？身体怎啊了然啊？怎啊？家己解决蛋杀啊？为什么咱会看到即类社会新闻有即类情形发生？ 都是因为，迄拢是伊辛苦赚来的嘛，伊带着一个愿、嗯、望嘛，愿、嗯、望讲我即笔钱赚来了后，连讲要收成嘛，结果说什物拢总无有空无，伊当然嘛，感觉讲我话，人生就是一场空去啊！你咧伊就感觉讲，哎哟，我人生我当下在创啥？我浪费我的钱，浪费我的时间，浪费我的精神，你足痛苦的嘛，是毋是？有个人感情哦，我怕一个小姐。 我、哦、啊，我阁安怎安怎安怎？结果咧？一张空，迄嘛拢足这啦啊啊！哎、我讲一个伫咱算讲演个个真出名，诶，一个一个逐个拢知影故事啦吼。刘家昌你捌无？吼，哦，真出名诶嘛吼，你写歌啊，写足这足这歌，诶，哦，拢足、哦哦、好听诶歌嘛吼。伊、哦、即个人着安尼，伊讲吼，伊即个人个性着安尼。吼、哦，以前你是伊诶，都、就是伊诶迄阵吼。 伊熟在一个歌星、哦啊，啊，人个十几岁鸟，十几岁鸟，伊就感觉讲哦，这噪音哪呢？我对伊足欣赏诶。啊，伊讲我几摆吼，圣诞节的时阵吼，有约伊出来食饭，啊，甲我做伙过圣诞节。结果想未到，想未到讲，落尾即个某音仔煞几百人，啊，即、這个导演吼，迄阵是写歌，个，反正足出名一个人伫香港。伊讲我不管。 我不管，哦，人已经结婚了，哦，人迄叫做是有夫之妇哦，已经是有昂嘅太太哦，伊怎啊走去安尼讲害我，开因翁讲即我儿呢，啊所以新闻怎报报出脱，因为迄阵伊足出名的呀，伊足出名的嘛，哦，啊足出名的阵哦，人都甲报啊，报讲啊，什么第三者，吼伊著伊落生气呢，伊讲什么第三者，因翁家是第三者，人这個太太吼、哦。 过去这几年吼、喔，圣诞节吼，拢甲我做伙食饭诶啦，吼、喔。啊，当然以前即个年代吼、喔，啊，无讲什么牵手啦，啊，无像即么遮开放，吼、喔，个什么两个人有什么身体方面诶即个接触吼、喔，无咧无。伊讲，但是安尼都有算啊，过无你我食饭是食什么意思诶？你圣诞节诶时阵甲我做伙食饭，伫我心中讲，这著是咱两个一个敢那无签约约就对啦，吼、喔。伊讲有默契啊。 啊！你就是我的啊！问题是：这里自己想呀？让陆枫敢唔敢你答应过？无？陆枫敢唔敢去我你看过？无？陆枫敢唔敢写情书俾我哩？无？两个人敢唔敢写咩情书？拢无！啊！那我借问朋友，咱这里女的哦，会当结巴人无？你,你一个凭实力啊！你嘞？一当无？一当阿变哪一当？一当啊？哦，当然是一当啊！所以这里女的罗罗贝结巴人啊！ 结果嫁别人了以后，刘家昌非常的生气，哦，专找去乱。啊，如果人接受采访，伊安那讲了，伊讲，哎，本来都我的呀、啊，那是你第三者讲冤枉啦，那是你第三者，你搞啊臭气，我无要创啥，我是要来偷我的物件，因为这个糟因啊，这本来应该是我太太，这本来都我的，我怎么要来偷倒转来？我安尼干有啥物唔对？哦，这件大事偌荒唐嘞，哦。 伊落尾接受采访，所伊讲，伊讲啊，落尾吼连即、這个因为伊伫香港正红吼、喔，伊讲连政府吼、喔、也话来派人吼、喔，甲伊讲好啊啦，啊，大人都已经嫁啊吼，即、這、条个覆水难收啊，人咧青米都煮,煮,煮做白饭去啊，人已經去食骨落碗去啊，你即马担遮，咧担遮咧，甲人你安尼撸，毋通啊啦，毋通啊啦安尼吼，所以咧伊讲连政府都出面计甲伊感谢，所以伊讲啊，伊足伤心诶，伊讲迄段期间吼、喔。 真正足痛苦诶、啊，是安怎？伊讲一张空嘛，因为原本有一个吉伊有一个爱情诶梦嘛。所以讲，当伊听到迄、那个查某人、迄、那个查某囡仔嫁人诶、那個、时阵，伊家己讲，讲伊当掉脚柜啊扔落去，连徛都徛袂起来，完全爬袂起来，规个拢扔去啊，扔过多手机啊，因为已经嫁人啊。哦，伊讲哇，太惨啊、欸！我只能扛起啊嘛，我过去我诶吉他。 吼，伊讲伫我诶心中已经有一百多位。我设置我诶家庭生活，即、這个著是阮某。我已经想好啊，安那变安尼一张空。我讲即个故事要，著是欲讲到讲，我当时啊，咱人生咱家己想，讲我诶人生应该安怎？吼、哦，即、這个应该我诶，以我即个能力，我应该做董事长；以我即种才能，我应该伫社会上，大家加尊重。嗯、有足是你诶想法啦。 都，就我像我咧，机器人的》讲，咱足可爱啦吼，咱则刘家昌导演吼，啊这以前你讲即应该是乖呀、啊，啊，伊安尼想其实也无唔对，有权利安尼想，啊，问题是现实未甲伊配合，你了解无？你要帮助你帮啊，你要想做你想啊，但是你早晚有一日，你要面对一个现实，著、就是你想嘅更舒适，无共款。所以迄个时阵你就体会啊，人生。 空啦，所以有人输业到尾啊，一场空；金钱的投资，一场空；哦，感情，一场空。这贵个人生，种种种故事，伫咱四周围定定听到。所以讲，老外村足侪人一个观念，讲得到一个结论：啊，人生哦，啊，卖计较啦，人生本来都一场空啦，人生哦，都一场个游戏啦，哦，无啥物物件是真个啦，下拢假啦。 任何物件拢假啦，迄拢毋是真实的。朋友啊，圣经毋是安尼讲哦，哎、欸，圣经毋是安尼讲哦。彼得前书，彼得写讲，咱有上帝人咱嘅看法，甲一般人看法无共款哦。彼得讲啊，讲上帝安排咱来即个世间，上帝是何必要咱来即个世间吼？干那像要来出差安尼啦吼？上、喔、帝要互咱来即个世间有得着物件呢？ 毋是讲话一张空，可能机票开落，饭店大落，吼啊，物件拢食吃嘞，啊，倒、啊、来，公司问讲，啊，你即摆出差倒来安怎？有得着啥物业务无？拢无，可能机票了去啊，哦、喔，啊，所有遮个开销拢了去啊，提倒来报销，结果啥物拢无得着，你讲人敢咪当接受？无多接受嘛，是毋是？所以比得讲毋通哦，比得讲毋是安尼，安、啊、尼对人生个看法安尼是毋对个。 因为圣经内面甲咱讲个是咧讲，上帝派咱来世间，比地讲，上帝要互咱得到个，上帝派咱来要摕到个是啥物款个呢？是袂叛气个，你知无？袂叛气个哦，无像这玩具安尼，生算个全叛气啊！上帝要予你的，是将来伫天顶，永远拢袂叛气个。个第二个呢，讲哦，拢清气个，袂垃圾个。哦，我说清气真要紧个。 这个物件更加好吼，现在无清洗吼，无人敢用啦。垃圾你落单送人家用，对不？我来跟你讲，哎、欸，这块阿瓦古董呢，这古董呢，这都对咱哦土地屙出来呢，哦，这可能哦，那是过去哦，唐明皇用过呢，对土地屙偌深才屙出来呢。来来来来来，我泡一杯茶，我请你饮，你敢饮不？你唔敢饮吗？你要问讲、啊、你说有洗啊无、哦？对不？ 啊你！你无说，你搁较你讲搁较若名贵哦，搁较啥物高档，人也毋敢用啦，是毋是？清气啊！所以圣经甲咱讲，讲上帝要互咱得着诶，是未歹去诶，哦，啊未烂去诶。迄、啊、有诶毋是歹去，是用久哦，自然都熬去啊。哦，但是上帝互咱呢，未时间久，伊也未熬去；用足势拜，伊也未歹去，而且呢。 未用甲怎丢去，也未甲用用甲怎垃圾去。哇、哦，世界若有遮好的代志啊！上天保咱人生得着的，是未歹去，未烂去，未丢去，抑个未垃圾的，永、啊、保如新就对啦。哇，想着安尼，规人干嘛讲这样唔忙的？亲爱朋友，你嘅人生追求嘅是啥物？请你记住哦，比提讲诶。 哦，这四个条件，这是上帝真正派咱来世间要得到的啦。啊，你到底得到还袂？那要袂，还个咧，即款啊，人生一场空、哦，拜托个。啊，你是做无彩呢？哦，啊，随便安怎得着咧？要看你判断，讲我咧听。 欢迎倒来《老三昧》节目，哇！今天讲的要紧，要紧，太要紧。人生唔通一场空，嗯、因为你这人生啊，一场空、哦、真正是足痛苦的人生啦。所以，莫怪彼得，规个彼得真书的一个主题，就咧甲咱讲，讲有时阵人生是有苦，但是迄个苦你唔通叫是啥物拢无啊？迄、那个苦的后壁其实是啥物？是报，是要甲咱报。所以吼、哦，千万唔通想讲啊，人生一场空。 暂时的分离，毋是永远的分离；暂时的失去，毋是永远的失去；暂时的挫折，毋是永远的失败。我、哦、即、這个观念你一定爱给你，所以你需要上帝的灵，到底你生命中。所以咱现在讲，每一个人都需要神啊。那无上帝甲咱帮忙，有当时啊，你咱看袂到未来，你看袂到二十年后，你看袂到三十年后，你毋知影即个世界将来安怎？ 所以你无法度了解讲，我今日个直接做个物件，即到底对以后有啥物款个影响？咱家己咱拢总看未到，咱无遮敖，也只有上帝知影尔。哦，所以只有上帝会当互咱一个保证，只有上帝会当互咱一个安慰，讲你放心啦。你即马做个足些代志吼，你可能唔知影讲到底有啥物意义啦。但是吼，放心，因为我派你来做，所以将来呢，这一切呢？ 拢会存则永远，哦，也会记哩。上帝派咱做个代志，有四个特质，咱都好讲啊。哦，未叛去个，啊未固去个，啊过来呢，我哪拢未垃圾个，对吧不？我讲无论你安怎样安怎样，也拢未烂去个。所以即是咱人生我的世间，你会去想。我即嘛一个老爸为家庭付出，伫咱世间人来看，个死四时阵，都无去啊。 但是，伫上帝间讲唔是安尼。伫上帝间中来看的时阵，你其实做老板人，你也付出，这种的爱是存甲永远呢？是永永远远的呢？所以像那圣经内面讲，迄个爱是永远拢未散去、未花去。世间你切资源哦，拢会用了，哦，只有爱永远不停。哦，世间石油会用了，啊，天然气用了。啊。 所有你这物件物质的物件，有一日拢互咱用甲了去啊！即马科学干嘛证明安尼都算一头吼，伊嘛有死期的，讲你敢知？你们就是讲日头是冤冤冤冤哦，毋是？伊即马伫遐咧烧嘛，燃烧嘛，吼，伫遐咧烧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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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讲再慢有一日伊也是会老，伊也是会死。啊，即非常符合圣经的观点。圣经讲，所有这物质的物件，有一日。 迄拢会过去啦。所有看会到、望会到、食会到诶，这有形诶物件呢，拢总是会过去诶。哦，只有虾米？只有迄个看袂到诶，都、就、迄、是、个爱，则是永远无煞。哇！所以啦，当你若了解讲上帝足疼咱诶时阵，你著知影讲，咱人因为爱所做诶代志，迄个是讲将来呢，拢伫上帝面讨情。 存驾言外，神帝圣经内面讲一句话，讲互人咧喙焦，你捧一杯茶，互人啉，互人安尼红茶有无？咱古早时代，迄茶锅会放咧门口，因为天气热啊，啊无冷气啊，啊有人伫外口咧工作吼，过路诶人吼，咱有人好心诶人，咱一锅茶放咧门口，啊大声做，讲请红茶，你敢信？圣经安怎讲？圣经甲咱讲。 你若做即种代志，人喙搭咧摕一杯茶互伊啉哦，上帝将来伫天顶，上帝拢甲你纪念。所以你若真正有信上帝诶时阵哦，你袂计较。哎哟，啊迄个人安尼，啊我对伊遮好啊，无甲伊说多些啊，哦毋免，哦为虾米？因为咱所做诶是存个永远，因为咱带着咱诶爱心所做诶，迄是袂烂去诶，袂歹去诶，袂孤去诶，是时间会当考验诶。 啊，是永远拢是新的哦。你若想讲，原来人活伫世间，足济物件会歹，会烂、会旧，哦，会垃圾，你就感觉讲啊？我我见啦，因为至少上帝福我的，伫我诶心中诶，抑个有一寡物件是存在永远诶。所以人若无上帝吼，你足歹接受即个世间遮些物件吼，阿若也接近着歹去啊，你也足歹接受。 人若无上帝的神，有当下你受伤害，就是讲爱爱情来得短。啊，两个人交往安尼好啊，爱家你要要死要活呢，啊结果两年后两个人拢无搁再来往。哦，啊人那若讲拆婚开吼，男女朋友咧分开吼，偷一件代志吼，手机摕出来，创啥？将伊号码有无？先甲刷走照片，第二套吼即个人卖搁敲电话我，我无要敲电话伊、哦、啊，吼啊这无法度。 因为既然若无法度去行落去，这定爱做。有人讲讲讲啊，未啦。阮虽然讲男女朋友吼没办法做了吼，嘛是一个普通朋友啦吼。其实是人专家,家建议讲尽量买嘞，尽量买，因为你的错乱。因为进尽两个人聊到這了解遮深啊，已经迄个感情嘅程度变男女朋友啊。结果行未落去，你只嘛头要腹姑倒转来嘛。啊，你腹姑倒转来尔，啊个两个人啊个定定咧接触，哦，迄真正你嘅心情错乱去咧。 做人专家建议，即、這个做法其实是对的。哦，那分开，遐情书无，烧烧去，啊，拢烧掉，啊，啊，这所有人过去吼、哦，一寡记录吼，迄、哦、种啊，拢拢拢处理掉，哦，啊，那两个人有啥物债务的问题吼，我那拢先处理掉啦。所以我甲你讲过，我较早节目中我八讲过，日本起码有种行业，专门咧帮人处理这个男女平物的分开的。 因为有当时啊，两个人在爱的时阵哦，爱得较惨死，对方讲啊，喊你借一下三五万，你嘛是拢借伊啊。啊，即马要分手啊，要要讨讨袂到来啊，啊要安怎麼做？做一本豆浆公司，专门处理这种事情，专、哦、门处理你男女朋友分手吼、哦，我要去打电话，给你讨钱，迄足歹看的。我委托一间公司，哦，我信公司讲我介意的有啥问题，啥物问题，我电脑伫遐，我证件足好的在裡，三伫遐，啊，我啥物啥物啥物，啊，间公司去甲你讨啦，哦 我这讲起来我那是趣味啦吼，所以讲真正咱吼，人生足济物件，你会发现讲这最后是一场空。所以你若无一个信用，在你内面甲始坚固诶时阵，你真正到尾下，你会感觉活着愈来愈无意思。因为当你去进入另外一段感情，啊，是你去去重新开始一场投资，你会惊，你惊讲会成摆即个无好诶经验，会怎再过一摆无？迄，咱人生会堪一摆，无啥会堪两摆呢？ 两百三百安尼互一时是重伤都对啦，哈！所以，必须同个人讲，讲咱做人伫世间，你要先有一个观念：上帝派我来世间，唔是专门一天到是讲讲来捕即落暂时的物件，唔是只讲讲，唔拢捕即落一张空的物件，唔是咱人生要追求的是即个存到永远的物件啦。啊，这就需要信仰啊，需要神伫咧生命中来给你帮忙。 哦，好啦，即、這个部分大家若有啥咪无了解，咱下回来问吼、哦。来，咱看后一集要来讲啥咪，即观念真重要啦吼。后、哦、一集要来讲的就是讲，哎、欸，你存了什么贵重诶物件有无？拢有保证书啊，保证讲司是真正，甲你哦，会甲你报告讲，我你两年三年吼、哦，有出问题我负责啊。啊，我借问啦，啊，咱诶人生咧，你人生真正一场空哦、啊，连一个保证书也、啊、无哦，啊，拢无一个人甲你挂保证哦，哎呦，危险哦、啊。

同学会啊？啊，小蜜，同学会啦，<哈>你怎么参加的呀？笑死人哟！参加同学会，请安尼哦，嗯、啊，人家去参加同学会都嘛要体面，就是为了公表示咱较为新闻较为地位。 哎呦，你袂记哦，我有一集啊，之前、嗯、有一集，我为了要去参加同学会，哎呦，我阁买一台车，破破破破破死的呢。有啊，会记哦，那哪会袂记诶？啊，阁有哦，参加同学会哦。喔、这<對>一礼拜前我著去洗百货公司，哦、啊，将衫拢先拣落好，我著先想着我的同学阿梅、阿美啊，伊会穿什么衫哦，配什么包。 我先想着阿肉啊，暗肉啊！一穿什么欸欸，诶诶，扎什么鞋高，挂什么破链，穿什么裤、哦？哦，嘿、哦，就搁咱翕相机嘞，咔嚓咔嚓咔嚓，这画、哦、面一张嘛袂去落掉去。嗯。哦，你拢已经知影大因安怎用、那個、啊？啊你。啊，所以你早你去买衫啦。啊，你袂撞衫撞包。撞衫、哦？哦，你啦、啊。哎 阮同学会吼，阮是跟他大家去餐厅食饭开讲，阮无去迄落山顶郊游，我未去,去撞山啦，未 <laughs> 去弄山。<笑>你笑死人哦，像嚟跟你讲爬山的代志啊，啊你讲撞山，啊、你說撞山我讲撞山是衣服叫山山山啦，山哦哦哦哦，山啊给我撞包撞。 撞、啊、包我就听有啊，撞包就是讲咱走路爱注意哦。嗯、啊我开车从学会，咱也不注意看，那个弄起的船撞到满头包，安尼。没礼貌，这不是啊。无水、啊、准，人迄包是皮包的包啦。哦，就是讲你都不爱跟人穿同款衫，啊挂同款皮包對了，啊就掉啦。是啦，呀、啊<啦>哎，我跟你讲，的、嗯、同学。 会，<嘿>嗯，咱咧同学，大家拢有熟悉，也、啊、毋是无识识啊啦。诶、嗯，有熟悉最主要呢，大家是真心彼此关心，迄是过去有交情哦。圣经讲咱爱人唔通虚假，哦，咱、哦、是真心大家互相关怀，伊、嗯、个意义是遐啦。哎哟<呦>，小李啊，你用过想舔起啊啦。哎哟，你着免讲遐济啦，好啦。哎 你那讲啊，这回你歪毛啥嘛不要紧。我没歪<好>，我请俺的好，你一定爱带我来去。我啊哈，哎、啊，这、欸、摆是我同学会，也是你同学会，为什么我都要带你去啊？因为你那带我去，我就是你同学会里面的焦点星。哦。我就是众人的目光都注意到我身上。 伊根本就未在乎你咧穿什么物件，你无穿嘛不要紧。安尼哦，对，敢若看你无看我就对对啦，所以吼，啊来，我甲你讲啦，起码回帖你吼，就是因为我要甲你参加同学会嘛吼，啊，你著教我吼，来来来替我买几梳衫，行？嗯。啊！我你你你教我去同学我就不买衫你。对对对，你出钱哦。哦，不当撞衫，不当撞包。 阿我知，嘿，够一波，你无想到诶，安怎？你等我，等我一下，哦。要创啥？嗯。当伊是要创啥？伊当撞啥诶？嗯。嗯。我看伊逐项嘛撞。我得吼，唔通甲人撞死，气气未甲人烧拢，我上怕。贵呀！算啦，你家己去，我唔敢去啊啦。哎呦！ 你在搞忘记、啊，還啊、哦，啊啊、你要搞迷茫。哦啊